窗又吹爛咗啊，抽氣扇又吹甩咗，同埋入水咯，唔同嘅地方，咁跟住要喺度攝水咁樣，咁就我自己就因為喺新聞見到呢棵樹冧咗，所以想落嚟睇下，因為上次已經吹爛咗好多樹啊，咁樣落嚟睇一睇咁樣。我同埋屋企就見到啲窗係震緊，都有少少驚個玻璃會爛跌開。見到今日咁嘅情景，啲樹冧曬，都有少少驚佢下一秒可能會砸我自己頭。住海旁嗰邊，所以今次都好應風咯，即係成間屋都 feel 到啲。有啲似山竹嗰啲咯。